APSSJ9，APSSJ9，APSSJ9。什么事？头呢？找医生打补针去了。请你告诉他，泰新贸易公司的货车已经来了，看样子他们马上就要运走比克利斯船上的货，现在按照原定的计划做。是，知道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千万要当心呢。谢谢你这样关心我，那今天晚上我非请你吃饭不可了。你的事情还没有办完，怎么可以出去吃饭呢？哦，你放心吧，这点小事耽误不了我们的晚饭。那辆车子一直跟踪我们，到旁边去啊！也许太疑心了。啊！你们两个人猜的一点都不错。你是什么人？我就是刚才那辆车上跟踪你们的人。开车！啊！快一点，已经有了讯号了。是。起来。ADU，ADU， 报告你的号码。喂 ，ADU，ADU， 你怎么不回答？喂，喂。喂，喂喂喂，社长。机器坏了，你不要把我们怎么样，连人带货我都要。做强大也必要有眼光，我们车上只有几箱电站机的零件。 ADU 是什么意思啊？正当的买卖用得着密码通话吗？你说。
医生来了没有？来了，在里边。这期在车里面，请你好好照顾他。好的。先生，您来了。可以失身了。请吧。回来了，这套衣服你用不着了吧？哦，不，再过几天就要穿了。是吗？嗯。哦，你要不要先换衣服啊？等一会儿吃晚饭的时候再换吧。哦，明轩，辛苦了。事情很糟啊，他们的同党和警察都追我们。情形很危险，你们俩没死总算是运气，这次他们做得非常周密。哦，这就是有问题的货吗？这个就是有问题的货，我特地把它带来，请你检查一下。哦，我希望拿到的是假货。怎么样，这一架是另外镀上了一层落的纯金。哦，这样的。部长。杏子有事吗？老陈的伤。啊，怎么样了？因为流血过多，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可以挽救了。啊？医生说他的心脏中了炸弹的碎片。等一等，把车牌的号码放大一点。哦，看来这部车子跟海关和警察局是没有关系的。那一定是外国大使馆的车子了。嗯，如果它不是假车牌的话，那么一定是某一个国家在给我们找麻烦，连日本政府都还不清楚这个内幕。我马上去调查这部车子，要是调查清楚的话呢，一定要找那个国家赔偿。处长，有位先生要见您。结果怎么样了？是纯度98%的纯金。98%？哎。以前瑞士强生公司托澳门一家炼金厂走私进口的黄金，纯度只有94%。这么说，泰兴贸易公司是另外一个组织了。以后只好请警方办理了，这次很失败。不要紧的，我会通知高报馆不要发表消息。是，你回去替我慰问慰问你的那些部下吧。有一个部下已经没办法慰问了。他是从香港总部派到这儿来的，叫陈龙昌，编号杰七，已经死了。嗯，他在临死的时候，手里拿着这张纸。这是张密电码。啊，要是这张密电码有用，倒很有价值。
肯沙斯大声了。车牌号码是13218，这种牌子只有一架，一定是中东的组织泄露了消息。现在也不必追究这些了，咱们先给警察局方面的颜色看看再说。陈先生死的真是太可怜了，火葬的时候连一个亲人也没有。干这一行的全是心甘情愿的，谁都一样。他的死也证实了乔治的罪证，警方绝不会放过他们。恐怕办不到吧。就算是给他侥幸的逃走了，他也回不了他们的总部，因为香港政府也在监视着他们的负责人杨长庆。杨长庆，我们把对方的力量估计得太低了。杨长庆并不是他们的领袖，可能有人怕这次乔治出了事会影响到香港，所以把他干掉了。我已经报告香港总部了。部长，请你准我到香港。你一个人去有什么用呢？我要去调查杨长庆的一切。这件事你不用操心，总部一定会调查清楚的。没有总部的命令，你不能去香港。从前我有个亲人也叫杨长庆。我当然很了解你的身世了。你是在日本投降以后在香港和你的父母失散的，后来被一个日本夫妇把你领去抚养长大的。因为这样你才能够得到日籍华人的身份。根据香港总部的报告，你的父母有一天是突然失踪的。当时大家都认为是被绑票，现在想起来可能还有复杂的内幕。假如被 ADU 组织杀死的杨长庆真是我父亲的话，那么你……部长，我相信我父亲是无辜的，他一定是被冤枉的。这个死了的杨先生大概和你父亲是同名同姓吧。部长，明确。亚洲秘密警探是不许有私人行动的，我们一定要和贝鲁特、曼谷、马尼拉、香港、新加坡合作，才能破获 ADU 组织，这一点你千万要记住。我把车子开到停车场去，回头到我房间里来喝酒啊。我想先休息一会儿，待会儿再说吧。何必呢，部长刚才说了你，他也是一番好意啊。你不了解我的心情。你今天晚上
真扫兴。你是谁？我是张香兰。张香兰，我来的时候，我哥哥曾经吩咐过我，叫我到了日本就来找杨先生。是管理员给我开门进来的。啊，请坐吧。姓张的人，也许他用的是假名字。哦，假名字。嗯，我知道我哥哥做的工作很危险，而且不能泄露身份的。昨天听说我哥哥出事了，所以今天特地从香港赶来的。谁告诉你的？一个不认识的人打电话来告诉我的。哦，当天就办好了护照手续，香港政府怎么那么优待你呢？因为啊，空中小姐，这次我是跟一个同事商量好换了班才来的。原来是这样，真不好意思。杨先生，请问你，我哥哥是不是真的？请你老实告诉我，我哥哥是真的在那个里面吗？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枪在我手里，哼，装的倒是蛮像的，可是还是露出了马脚。快还给我！哎呀，快把你们的组织给招出来吧！哎，快点说，你们的同党在什么地方？喂喂，喂，喂喂，喂。这下你该睡了吧。租了这间房子还是有用的。可以回去领工了吧？
能是乔治手下的人，把他弄昏了，现在正要运走，恐怕来不及了。你先跟踪他们，我现在马上就来。这一次啊，你可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，到时候不怕你不说实话。就在这附近不见得。这附近又没有房子。真奇怪，怎么会不见了呢？你在想什么？那辆卡车有问题。秋子，你总算立了一次功了，你以后不会再打我了吧？这么一点小事情，什么了不起的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杨。告诉我叫杨什么？告诉我叫杨什么？我的名字叫杨明轩。什么职业？APSS APSS 这是什么意思？ Asia Police Secret Service。 哦，原来是亚洲秘密警探。是日本政府机关的吗？不，不是的，是东南亚各国组织的。那么你怎么会知道我们的秘密呢？接到香港总部的通知，我们在暗中调查了很久了。你们的总部在什么地方？快说，在哪儿？在老陈的骨灰箱里。骨灰箱？锁着呢。钥匙呢？快说，钥匙放在哪儿？在。哼，这小子真是自掘坟墓，把他弄死算了。慢点，我还有很多话要问他呢，等查到了文件之后再把他干掉。把你的手枪扔过来，快点！你们才是自掘坟墓呢！刚才我早就吃了解药，所以根本没有昏倒。你们也太小看亚洲秘密警探了。好，我们输了。这么一来，你们没有办法向组织交代了。现在跟我走，只要是你们肯合作，我保证饶你一命。我的生死倒是小事情，
现在你把我的爱人炸死了，要我在他父母面前怎么交代呢？刚才你自己开枪就好了。我想过去看看他，可以吗？啊？跪下！姓杨的，你上当了吧？啊！本相不能让他活着出去，我还有四发子弹。精神很好嘛，我还以为你到了天堂了呢。倒是有一位小姐到天堂去了，她做了我的替死鬼。是你杀的吗？我可不是 Lady Killer， 你应该最清楚。好了，赶快回来休息休息吧。啊，请你转告部长，乔治他们一时还走不了，至少在日本还要待几个钟头。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，好让他放心呢？哈哈，把你吵醒了，你就不高兴了是不是？我看还是用你发嗲的声音告诉部长听好。你说什么？你现在一定是穿了透明的睡衣躺在床上，就这个样子跟部长发嗲。别胡说八道了，你又没有看见我。拜托你了啊！我会告诉他的，你记住，我讨厌你。我以为你是昨天晚上才讨厌。从今以后，我永远讨厌你。原来他这么关心我的。镜子，明轩在哪儿？部长不是批准他休假的吗？现在要取消了。刚才收到那份怪电报，已经用老陈的密电码把它翻出来，你看看吧。另外开辟运金路线，等候上级的指示。我早就知道了，比克利斯号船一定会有问题的。你赶快把明轩找来。把明轩找来干什么呢？叫他到香港去。部长不是说过亚洲秘密警探不许个人行动的吗？只有明轩才认识乔治他们那帮人。所以我一定叫他到香港去调查比克利斯号，就可以找到炼金工厂。是总部的命令吗？不是我的意思。
来是你。快点，你有电话。啊。是我的朋友，谢谢你帮忙。你想得很周到。因为你的处境很危险，我怕有人暗算你。上一次是我不好。什么事儿啊？不应该在电话里跟你开玩笑。你跟我开过玩笑了吗？我们也真怪，白天躲在黑房间里，就好像是一对情侣似的。这次找我是不是又有任务？对了，我给你带了一件礼物来。这个人就是在香港被暗杀的杨长庆。真是他吗？我绝不相信我父亲会参加乔治他们的组织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我要替我父亲报仇。那你想不想到香港去调查这件案子呢？星子，你的意思要先辞职？部长让你说服了。我是用发嗲的声音，不然他怎么会让你去呢？杏子，你这次到香港是以私人的资格去观光的，你可千万要记住，不能像别的情报员那样到处的招摇生事啊。不必担心，我去玩几天就回来。等你回来了，我还要向你道歉呢。道歉？现在不要问我，将来你就会知道了。好，我现在不问你。哎，杏子，我们一块去吃饭好吗？好。没事，有人在追我。谢谢你救救我。后面没有车子跟着我们，是不是有人吓唬你？哎，你如果害怕，
我可以送你回去。你住哪儿？原来你也是乔治的同党。不是的。那你为什么要装定时炸弹？定时炸弹别装算了，他们叫你骗我上钩然后同归于尽，这就是他们的一贯作法。还有三分钟了，我们找个地方一块死吧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明华。明华，名字很不错。几岁了？18岁。18岁。我离开家也整整18年了，想不到今天。见一个英国护照，只能看出一个洋字。这个护照像是伪造的。嗯，赶快把从日本回来的姓杨的找来。好。他们说你跟杀死我父亲的案子有关系。你父亲？他们叫我等你，带你到我父亲的坟上去。你父亲叫什么名字？杨长庆。啊，杨长庆。爸爸是个好人，从来就没有做过什么坏事。你说他们为什么要杀死他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你骗我，你一定跟这件案子有关系，要不然刚才怎么会碰见那件事？你为什么看见警察叫躲呢？你听我说，明华。你到底是我父亲的朋友还是仇人？你不要太冲动，让我先问你几句话。
告诉我，你父亲是不是一向住在香港？不，我们一向住在曼谷。曼谷？我是在曼谷出世的，一年前爸爸当了泰兴贸易公司的总经理，我们才搬到香港来的。一年前？要是我哥哥还在就好了。啊，哥哥？妈妈生前常常跟我说，我还有一个哥哥。多大年纪了？大概跟你差不多。什么哥哥妹妹的，少来这一套。这一次你差一点跟我一块死掉，所以我就饶了你，下一次我可就不会这么客气了。爸爸，我相信你是无辜被人害死的。19年前，你跟妈妈失踪的时候，我还小。可是我还记得妈妈给我的一块玉。现在，我求你在天之灵告诉我，明华是不是我的妹妹？刚才救我的是你吗？我叫赖雨田，我只能告诉你我的名字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我不是为了救你，是因为有一位漂亮的小姐。哦，是为了救明华。给你们的首领知道了，他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到这儿来买了世界上最便宜的东西，也吃了这儿最好的菜，我看你还是回日本去吧。香港是我的第一故乡，干嘛要我回去呢？俗语说得好，祸不单行。依我看，你还是把今天的事情忘了的好。好，我可以忘掉。不过你要把乔治的秘密告诉我。
哎，你大概是走错了房间了吧？怎么会呢？刚才在酒店门口还见过你。我是跟这伙计打听你的，因为你太漂亮了。哦，过奖过奖。可是我并没有请你来。他们还以为我是你的爱人呢，怎么不欢迎吗？当然不能赶你出去了，要不然人家还以为我是个傻瓜呢。是啊，我的眼光还不错吧？我是 Romeo， 你真大方，你爱怎么玩都行啊。哎，你别开灯呢。别忙，先看看这个。你。这次用起美人计来了。快说，你们的首领在哪儿？我不懂什么叫首领，我是一个跑码头的人。这种录音带是专门卖给那些老色迷的。你饶了我吧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好，我饶了你，走吧。我换衣服。就这样回去。就这样回去。听见了没有？那怎么少说废话，快点出去。回去告诉你们的首领听，这套美人计是骗不了我的，我只找乔治一个人，听见了没有？慢点，你的东西。自作主张的，一个女人能做些什么？她在东京把我姐姐给害死了，难道连仇都不许我报？乔治吩咐过让她自由行动的，我们要利用她调查亚洲秘密警探的总部。别那么神气了，你在东京还不吃过她的亏？你再说，乔治有什么了不起？连个女人都保护不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女人可以慢慢的打，还是想办法找出他们的总部才行。你说应该怎么办呢？我倒有一个好办法，可以引他出来。Thank you.
你喜欢他吗？嗯，我小的时候母亲常常给我玉碗，跟这块一模一样。哦，那么现在您的母亲呢？母亲听说死了。跟我的一样。你母亲也常讲牛郎织女的故事给你听吗？嗯，在夏天的晚上对着天上的星星，她总是讲牛郎织女的故事给我听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的妈妈常常在夏天的晚上对着星星讲同样的故事给我听。那么你的父亲呢？给人家害死了。跟我一样，你要替父亲报仇了。嗯。你的父亲给什么人害死的？乔治。哦，乔治。那你父亲叫什么名字？杨长庆。杨长庆，他是我的父亲啊。也是我的父亲。那你是？我是你哥哥。哥哥。妹妹。杀父之仇我们一定要报的。对，可是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时间很急促，你在酒店里等我好了。家伙你也拿他没有办法，卡洛斯还说你能对付他，看样子是靠不住了。不，我一定负责完成任务。下一次偷运的路线我早已经都安排好了，如果查不出他们总部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进行了。这一次你是自投罗网了，下来吧。明华，姓杨的，他是特地跑到这个地方来找你的，想不到你一向不理女人，今儿个可栽在女人的手里。既然你特地跑到香港来送死，我总不能让你死得不明不白的。我告诉你，十几年前 ADU 组织的首领死了，所以我们急着要找一个替身来做我们的傀儡。这个人必须有名誉、有地位，而且在东南亚一带交友广阔。我们看上了杨长庆。我不信他会被你们收买。不错，
他的确是个很有骨气的人，可是他的老婆跟女儿在我们的手里，所以他不得不跟我们合作。是泰兴贸易公司的确赚进了很多的钱。胡说！不过没有想到我们的总部搬到香港来以后，他居然敢不听从我们的指挥了，所以我们也只好对他不择手段了。告诉我，是谁杀死他的？这个年头杀死一个人太简单了。你只顾自己发财，害死了多少人，卑鄙！我卑鄙？我告诉你吧，你们日本人比我还要卑鄙。我母亲是马来亚人，她跟你们日本人结了婚。在29年以前，我母亲刚刚生下我没有多久，我那个日本父亲有一天突然的不见，就这么失踪了。原来他早就有了安排了，把我母亲的橡胶园偷偷的给卖掉了，丢下我们母子两个人不顾。他一个人拿着那笔钱溜回日本去了，害得我的母亲刺激过度，他老人家就这么发疯死的。难道日本人不卑鄙吗？不是每个日本人都是这样的。 No， 我为了我的母亲，所以我一定要报这个仇。我要冒着生命的危险，我要用尽一切的手段把那些黄金走私运到日本去，我要彻底破坏日本国家的经济。乔治，你有点不正常。是，你说的对。现在我要你跟我永远的告别。乔治，反正我也活不成了，你就再告诉我一件秘密，让我死得瞑目吧。炼金工厂在哪儿？哼，算了，你也绝对不会告诉我你们的总部在什么地方。嗯。我要杀了他。慢着，杀他还不容易吗？我要为秋子姐姐报仇。秋子？嗯，就是张香兰。我打死你。住手！我们不能留下任何证据。把炸弹放好。现在我要你们两个人在这儿同归于尽。明华，快起来！快把那个小鸟摁一下，有小刀子出来。啊！去把那条绳子割断。
Hello, George， 你好吗？怎么了？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你忘了杨老头是我替你干掉的。卡洛斯，你介绍来那个姓赖的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有什么怀疑？当然有，我才来问你。啊，赖玉天在东南亚一带很有点名气啊，尤其是枪法打得非常的好，是一个有名的神枪手啊。哦，靠得住吗？嗯，连我这个老朋友都不相信了。我倒不是这个意思。哎，乔治，我很明白你的心情，为了那个家伙把你日本全部的生意都弄得一塌糊涂了。我后天开船呢。到哪里去？当然是日本了。那批黄金无论如何你明天一定要给我装到船上去。不行。不行？卡洛斯，你说这种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不要忘了我跟你是同样的地位。那是昨天，今天不同了。什么？你也不想想，我在香港最少也有几百个住户，总不能为了你跟他们统统断了来往啊。卡洛斯，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你吧，贝鲁特已经命令我暂时不要把这批黄金运到日本去，我不能不听命令来跟你同归于尽呢。你这次的失败也就注定你的命运了。嗯，这是驱逐出境令。我很了解你，你是为了替父亲报仇，但是香港是一个法治的地方，目前你的行动已经超出一个旅客应该遵守的范围之外。你的护照是假的，我查出来了，不过看在你刚才准备牺牲自己来救我们的份上，这件事我不追究了。包总吧，不要再说了，你快回去收拾行李，我明天到飞机场送你回东京。不过我有一个要求。什么？杨明华是我的妹妹，请你好好照顾她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的照顾她。能不能在我走之前再让我见她一面呢？我看不必了。张警官，我哥哥为什么还不出来呢？他已经回去了。啊！哎，方办的命令要我保护你。哎，你喝什么？我喝柠檬茶。你呢？我也柠檬茶。喝柠檬茶。哎呀，这下你们更苗条了，瘦也好看了。我昨儿打电话找你，上哪去了？哦，我出去玩了。跟谁去的？哎呀，我一个人嘛，去看了一场电影。哎 ，boy， 啊，那几位小姐是干什么的？哦，日本化妆品公司的女宣传员。谢谢你。我们等会上哪去啊？你说他那不是说去买衣服吗？要哪儿去啊？散散步，不可以吗？请回到你的房间去。好吧。啊，邦曼，求求你，让我们兄妹再见一次面吧。求你行行好，不然今后我再也见不到他了。我。帮办，再让我们见一次面吧。小姐，今天晚上不行，改天再想办法吧。你冒充的盗买相？我是奉命来的。
部长接到外交部的通知，气得要命，所以叫我来一定要把你找回去。其实你根本不必来，我明天就被驱逐出境了。是真的吗？那你真是自作自受了。啊，我做了什么坏事了？你还说你不是个 lady killer 呢，为什么那个中国小姐要追你呢？原来你为了这个才跟我发脾气。虽然我听不清楚你们讲的是些什么话，可是我看见他的表情，我就知道你们的关系一定很深了。对极了，我们的关系很深，她是我的亲妹妹。别提了，这次最大的收获是我得到了你。张警官，为什么今天晚上不行呢？我现在一定要见他一面，我相信他是住在这儿的。澳门？是的，乔治的同党在澳门开了一家三星赌场。是吗？嗯，这是我在离开日本的时候得到的情报，炼金工厂一定就在那个里边，以你一个人的力量是绝对对付不了那么庞大的组织的，所以要你跟曼谷方面取得联络，这是部长的命令。你听见了没有？上哪儿去啊？去澳门。明轩，事到如今，我只好跟你说了。希望你能够了解我，为什么跟你到香港来。我处处那么样的关心你，这是为了什么呢？你自己想想看，你有没有也为我性子着想过？可是你呢，就只顾着要去报仇，只想着单枪匹马一个人去冒险。杏子，你不要那么说。不说就不说吧。哦，明轩，现在要不要我去监视比克利斯号啊？听说明天就要开了。开到哪儿去？日本。那还是不行，我一定要人赃并获。你要手枪吗？你忘了，我是化妆品的宣传员。小姐，放开我！方范，嗯，让我见见我哥哥。你不开门，我不走。方范。小姐，杨明轩已经被驱逐出境了，要是潜逃被抓，会加重处分的。他到哪儿去了？澳门。澳门？是的，他是亚洲秘密警探日本支部的J9。哦。不许叫。
我叫你暂时不要来的啊。是啊，所以我才来的。啊？我要你所有的黄金。什么？我说从今天起，港澳地区由我来控制。你能够办得到吗？当然了。你居然出卖朋友啊？表面上我们是同道的朋友，实际上你是在等我失败。不要，不要开枪，我把金子统统给你啊！你以为我真的会听你的话吗？哼哼，看你那个样子，完全是叛徒的样子。你不是神枪手吗？为什么没有打中他的要害呢？你知道吗？他是我的恩人，我这样做已经够残忍了。好，从今天起，我可以真的信任你了。这个下面的炼金工厂，从现在开始全属于我的。喂，博士，我是赖雨田的。哎，是本乡打来的。我问你啊，你要讲台湾话无？晓，你讲话。我嘛是加州秘密警探万国支部的第三号，为着侦查因的炼金的工厂，我才会偷走去因的组织内底。是咩？我今日上过冲动，有一个我会跟你讲，即马我冲好你哈，把因的拢拍死才讲。
后啊。嗯，后来。好小子，原来你们是自己人，现在该轮到你们两个倒霉了，不许动。乔治知道了，他一定会很高兴的。你怎么样了？我故意装死的。谢谢你。别客气。哎，炼金工厂在哪儿？是不是在赌场？哎，以前是在赌场。现在呢？现在给乔治搬到比克利斯号船上去了。这件事还是让警方去处理吧。来不及了呀。什么？他们上船呢，加快速度。大概想引我们上船吧，待会儿上船的时候你掩护我。好的。雨天，你来掩护我。杏子，现在你该明白为什么会请你上船了吧？本香呢？死了。本香？那还用问吗？要是你怕的话，就放了他。哼，你想的也太天真了。慢点。事情会这么简单吗？现在我要你尝尝爱人死在你的面前是什么滋味。快。哦，警察来了，你拿着枪不要离开这儿半步。啊，你小心点。我会小心的。Oh!
这些都是我的财产。等你死了以后，我要把这些黄金走私运到日本去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我就可以实现我的愿望了。你不是跟那位漂亮的女秘书在一块儿吗？嗯，她到曼谷去了。为什么你不跟她一块儿到曼谷去度假呢？这样，我们幸福的爱不久就会变成无法忍受的创痛了。我准备在曼谷尽情地玩玩，努力地把你忘掉，回国之后请你再继续和我做朋友。杏子，我真不明白你们日本小姐谈恋爱都是这样的吗？我们都是亚洲秘密警探，还能谈恋爱吗？说真的，办这件案子我也得了不少的教训，我能认识你实在是太荣幸了。对不起，这次我差一点误了大事。好，那么再见吧。再见。哦，有位小姐想见你，我把她带来了，你多保重。明华，别说了，什么都不要说了，爸爸在天之灵一定会很高兴的。这花代表我的一点心意。明华，哥哥，就像爸爸教你的那样，我也会照顾我自己的，你放心。这块玉还是你自己留着吧。杨先生，东京来的几点？哎，请你给我换一张到曼谷的机票。啊？马上，坐下一班飞机走。那不可能呢，只有十分钟。我听说你最漂亮，服务热心，所以我才搭你们公司的飞机的。Excuse me。 啊？哎，你没有看见我的信吗？又想把我卷进里边是不是？老搭档嘛。哎，这是干什么？送花给女朋友。没有什么不对吧？这种花只能送给爱人的。